当一只国宝大熊猫，越狱会发生什么？我们既然看着他，等到相遇的时刻，我们再唱这首歌，清新自然，就像我们从未万物可爱过的越狱。把现在的离别微笑着挥挥手说再见吧，明天就等在下一个路口，再远的风景啊，我们会到达。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吧，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。寻求的幸福其实不在远处，它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。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。再唱这首歌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。发现大熊猫铃铛不在原本的地方，就会立即采取行动，通过追踪和搜索，最终发现了它在山上。